闯王、柴油、蒸汽清洗机，是柴油燃烧出蒸汽。这款机子呢，分电瓶驱动和电驱动两种。电瓶驱动呢，就是整机没有外界电源。我们看这儿有个充电器接口，内置48伏的超微电瓶，还有一种叫电驱动，这个啊，外接一个220伏的插头。啊，今天介绍的是一个48伏电瓶驱动蒸汽机，之前有过介绍，那么今天的介绍呢，与之前的不同的地方在于，我们看到，首先看到出口3通2套枪管，2把枪同时放气。那么还有一个不同，我们看到2把枪都带扳机，就是可以关枪停止加热。好，这款机子依然是高压蒸汽、高压冷水、高压热水三用。好，我们来操作看一下。好，我们按一下蒸汽按钮。我们再次看，整机是没有外界电源的。油箱15升，水箱23升，有缺水报警，内置的缺水会报警。好，我们看双箱啊。OK， 再开，你们俩箱合在一块儿看。好，我们同时洗车啊。同时洗，再找个毛巾，毛巾，小毛巾，好，先关枪。好，我们看啊，这个蒸汽呢是关了，这个蒸汽是比较干的，这是可以干湿调节的，我们现在将干湿度放在中间，先关了。我发现干蒸汽呢声音就比较均匀，但是湿蒸汽会发生突突突突的，这不是不稳定，这是蒸汽的湿度比较大。 OK， 关枪。哎，我们看到喷枪这个时候是可以关的，有关枪停机功能。很快机子管道内压力达到上限压力，定义成16公斤，机子是停止工作、停止加热的。好，不，开枪。擦干。
端枪，我们看到这个压力气量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好，压力气量非常大啊！来，把这个烂泥冲掉。来来，我们看这里，冲掉。好，这个蒸汽呢是可以洗里边的，里边调的蒸汽干一点就可以了。一开始我们开刚启动的时候是干蒸汽，现在呢干湿是放在中间的，干湿放在中间的。好，接下来给大家演示冷水功能，冷水功能。好，我们先演示热水吧。我们看到按下蒸汽按钮，再按下防冻按钮，这就是热水。好，我们看到热水啊，这个依然在加热，依然在加热，打这水是热水，往天上喷。OK， 压力70公斤，往这边喷，往这边。能打出10米远啊，这是高压热水。好，打车子。好，感觉一下热量，看烫不烫手，温度大概多少度？70度。70度是吧？啊，烫死你啊。那么离喷眼越近呢，它的温度会越高啊。好，我们演示一下冷水啊，冷水。哎，我们加点水啊，这个机子呢可以改装一下，这个水箱23升，如果做上门洗车需要用冷水的时候，这个可以外接水箱，改装一下可以外接水箱，那么这个内置的23升水箱就变成一个清洁剂箱，注意可以外接水箱，可以外接一个300升的水箱。好，这是1.0的1.5的喷头打出来的高压冷水，关枪，我们另外一把枪，我们看这是一个2.0的喷头打出来的高压冷水，麻烦你朝那个方向喷，啊，哎 ，OK， 高压冷水呢，喷眼的孔径越大，它的压力就会越低，但是水量就会越大 ，OK， 我们看到这是2.0的喷头，好，再1.0的喷头喷一下 ，OK， 很明显啊，一般高压冷水呢，它是1.0的喷头，这是1.5的喷头。这个枪是2.0的喷头，当然在用蒸汽的时候，你可以选2.0，也可以选1.5，都可以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是闯王公司48伏变频驱动柴油蒸汽机，目前来说是世界唯一的，内部全部直流电，没有发电机，没有逆变器。好，这个机子是220伏电驱动的柴油蒸汽机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呢，主要关注2点，第一点呢是。出口3通2套枪管双枪蒸汽机，带高压冷热水。第二点呢，我们看到喷枪是可以关闭的，喷枪是可以关闭的。注意，一把枪持续放气下16公斤，持续放气下16公斤。油呢，每小时一直加热3升油。那么加了喷枪之后，我们会发现一直放蒸汽的时候会过压，那就说一直放蒸汽，实际油耗不到3升。那么洗车当中是开开停停的，是可以开开停停的，实际油耗是达不到3升的。好，谢谢。